基隆有一家米香专卖店，招牌的古早味米香拌进了油葱酥跟花生，口感酥脆又扎实。台南东区的日式拉面，酱油拉面只要50块钱，而且加面不加价。唐扬鸡腿排冻饭鲜香酥脆。云林斗六这家烧腊店的超级三宝饭，烤鸭、油鸡腿跟叉烧多到满出来，100块钱搞定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《非凡大探索》哦。